你们身边有没有那样的朋友，他们想要儿子却生了几个女儿？我表哥家就是，他们家从2013年准备要第一胎开始就想要儿子，却连生了三个女儿。虽然无奈，但也接受了现实。考虑到表嫂的辛苦，表哥呢就托我给他找一个手镯饼，镯子呢给嫂子戴，镯心儿做成三个佛宫给他的女儿戴。我们去市场找找看吧。你看像这种的话里面还带翠色呀，啊，然后呢它会带点雪花棉的感觉。老板，这是能单只走还是一手走啊？一手。一手，我们看它这个还是有种水的哦。您讲，大叔，这多少钱一手？嗯，对，一手6万8，一只均价打10000多了，这个超我们的预算了。我们再看看，谢谢了。哇，这一版是春彩版哦，你看有这种淡淡的樱花粉色，还有点绿，其他有一些着为这种满粉色的，这种年轻女孩子一定会喜欢。我们问一下老板娘，这一版一共5个着为打价的多少啊？这个给了10000，卖价10000，均价就是在2000一条，而且老板娘还不出，那这个价格要在2000以上，超我们预算了。我们再逛逛，谢谢老板娘。咦，这家的档口好看，这边有一个，这个一看它就是这个一个手镯上的一个板压出来的，还有这边还有一个哦，你们看这个。哦，这里有点裂，但是虽然有点裂，但这个都不便宜。阿叔，这要多少钱？那个15000。这15000，你看像这种带点这种正阳绿色的都得过万的，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目标。那这个呢，阿叔？那个6000。这个6000？嗯。咦，我怎么感觉你是河南的吧，叔？是河南的。哇，咱俩是老乡。哦，是老乡啊。对，老乡。帮我开个灯。咱俩都老乡了，还要什么6000？那你给价。我给价。看我看的价格你估计得心碎。你给我个实在的卖价。这个玉上没有实在的价呀。我看你实在就一定有实在价。你看多少？那我先出去看自然光吧。 好，待会儿回来啊。好，这只镯饼呢，它看起来有点像白月光，但是你看拿我手上的手镯来比，还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底色的，没有大敏感，完整度也还可以。那你看一下打灯也是有水头的。刚刚阿叔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玉是没有实在价的，其实我不这么认为，实在人就会给实在价。这个阿叔是我的老乡，还开6000，我就看小千的东西，走砍他去。对不对啊？还行吧，反正我看的比较低。砍多少？给多少？我看1500。啊，太低了，砍高吗？太低了。你说像这一只也没啥颜色，也没啥种水，就占一点肉细，没别的。你看你那边都在打牌是不是？日子过得这么悠闲是不是？我看1500呀，是吧？你快点把这个漏了，不影响你打牌。好好好啊，1500。1500不行，咱都是老乡，你漏一个给我呗。要加吗？要加多少？要翻了，再加一口。1680。1680。对呀。你捡漏了你。那肯定了，老乡，这价格漏给我吧。那好吧，我就在这一个了。行，好嘞。来，开张开张，给我个袋子装一下。人家的袋子都是那种薄薄的，你这个还更厚。那个祝你大赚，拜拜。谢谢。这个镯饼我们以1680。Fast, call it high speed. I've been working hard, yeah. I've been working nightly. If you think you'll win, ha, not f***ing likely. I be taking shots, yeah, cold-blooded, icy. Watching numbers grow is what I call sightseeing. In the front row, run it up when they hype me. The following grows, they know how to ignite me. Call me CEO, I've been running sh** right, see. And I ain't playing games, I create my own lane. Making pleasure out of pain, turning losses into gains.